大家喊我是小雷，今朝去上水演出，一股子哦，高主播屋里向看三人，是非常开心的一个平台演出。上天嘛，苏州个浙江剧班，随着司马老师个电影开连锁店子，第一排队开了龙城上水，今朝是首开业演出。哦，挨个上火领个浙江剧班，司马懿不得了，朋友们看挨个名字。这个名字还有点熟悉，但西晋的开国皇帝是一个名字。今日上水，其实是没话讲。这个司马老师和苏州的司马老师是同门同宗，师兄弟。这个才是新店的样品，看得眼睛啊瘦。大家看看这个八百罗盘，有搿点款式的了，啊漂亮。非常感谢今朝能够到上水来演出，因为这个地方我是苦子里成长起来。半年功夫不得，苏州开到至上州，那么希望都能让该到上州发展得更高海，财源滚滚而来。那么今在即兴编织一段苏州评弹，送给大家。上州人恩。龙人美美龙人，自刚之败放光芒，司马老师来守人，来守人。朋友们，演出结束着，这个对我来讲还是比较轻松的，毕竟吃饭高山嘛，会出来随时。不论是你平台也好，还是你读各种金银丝相牵的碎泥，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侪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弘扬。那么司马老师里头真罕阿拉让水好生子，因为司马老师里头家族侪是做外个个，阿爹阿拉啥个山上侪是做外个个。假使你都有够兴趣的，评论区或者私信我，你都有机会跟来里头打金，受人一个过来的碎泥。